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天讲到修己存诚，经文里面两句话：不履邪径，不欺暗室。这个两句话实在讲的是做人学佛的根本。世出世间的圣贤教导一切众生，第一重要的就是教我们有能力辨别善恶。佛法教学目标有三个层次，我们在讲经当中也常常提起。第一个阶段是教人断恶修善，第二个阶段是教人破迷开悟，第三个阶段是转凡成圣。那么它的根本在现前，我们第一个阶段。如果我们对于善恶都不能认识，恶怎么能断？善怎么能修？所以有能力辨别清楚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这就是佛家讲的开悟了，真正的开悟了。可是这两个字实实在在不容易搞清楚。我们要不在这上下功夫，佛法修学第一个目标我们就很难达到。第一个目标达到，才决定不堕三恶道。那么这两个字如何辨别呢？这一本书里头就是一个标准，是一个很好的标准。从原理原则上来说，他把善恶这两方面说尽，但是我们现代人粗心大意，即使将这篇文章念上三千遍，也未必有能力辨别善恶。所以恶
不容易断除啊，善很难修集，道理在此地。我们念佛要想求生净土，这两个字都搞不清，那是迷惑。心里面迷惑，我也还继续造，你口没有造，身没有造，你意在造啊。念念与恶相应，与善不相应啊。这样念佛，对于往生就造成了很大的障碍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所以印光大师一生当中极力提倡了凡四训、感应篇、安世全书，他非常重视。在那个年代，翻印流通了300多万册，确实叫人惊讶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法？目的无非是挽救劫运，帮助念佛人平平安安的得生净土。古德常常劝导人持戒念佛，你把这三本书分量不大了，理解透彻了，信受奉行，就叫做持戒，念佛才能往生。汇编里面的注解说得多，说得详细，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来证明。这些事例说老实话，举不尽的。这里面所举的一些人，不过是万分之一二而已。如果我们留意的话，就在现代这个时代，我们仔细观察，善恶果报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粗心大意的人呢，看不出来，心思细密的人了如指掌啊。我们有过失，什么过失最严重呢？还是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使我们对于是非善恶蒙蔽了，看不清楚了，把断恶修善
这样重要的教诲疏忽了。所以这一生纵然缘分不错，这人生遇佛法，尤其遇到净宗啊殊胜的法门，可是在这一生当中依然不能成就，你是多么可惜。世间再没有一桩事情比这个更可惜了，我们自己心里头要明白，那么要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修行？修行这两个字，它的意思首先我们要搞清楚，行是行为，行为佛法里面把它分为三大类，身、语、意，身体的造作，一举一动，身业的行为啊。口是言语，意识、思想、见解，你的想法、看法，就是意的行为。三业行为当中，最重要的是意，起心动念。如果我们这个心念念念为利益众生，这是善；如果念念为利益自己，这就是恶了。利益自己也还利益众生，这是恶中有善；利益一切众生呢，这里面还带着自己，善中有恶。都要能够辨别清楚啊，断恶修善的，你才有个入门之处啊！一定要晓得人生苦短呐、啊。佛在经上常讲：“世间无常，过土为脆。”真正明白人，他会掌握着这个机会，抓紧这个缘分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善恶是三界之内的，三界之内的问题得不到解决，超越三界就不可能。诸位要知道，有一些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好像什么道理也不懂，临终念佛了能够自在往生，不说过去，说现在，现在还有不少人，我所听到的
总有几十个人呢。临终的时候，欲知实质，清清楚楚，站着往生，坐着往生，瑞相稀有啊！好像看他们对这些道理都不太清楚嘛，实际上人家已经万缘放下了。你再仔细去观察他，他心底一片慈悲也。真的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，所以才有这个瑞相啊。如果带着有一丝毫自私自利的念头，往生也有，这样的瑞相就没有了。感应这桩事情啊，微妙之极，我们要细心观察，细心体会，认真努力的奉行，对自己决定有好处。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以为自己在行善，以为自己已经离开恶业了，这种错觉常常见到，普遍的存在。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，各个阶层啊，真是古人所谓的极非尘世啊，大家都错了啊，大家都错了就对了嘛。在世法里面呢，也许勉强可以这么说，可是在因果，在佛法里面呢，决定错。不是大家错了就对了，因果不会饶过你的。天地鬼神不会饶过你的。注解里面举的例子很多，比如说财，财的正用是帮助社会，尤其是苦难的众生。我们看古往前贤，他们是怎么样面对着这个问题。你集财的多寡是你所修的福报啊，一个明白人、觉悟的人，只取所需，自己所需要的，而且一个有慈悲心的人，有爱心的人，自己的生活都非常接近呢。
多余的财富都能够帮助别人。社会人士尚且如是，何况学佛的？但是世间学佛的好人也有啊。譬如说修财布施，像印光法师。印光法师一生印经布施，在那个时代，现代呢比过去进步多了，除了佛经之外，有录音带，有录像带，现在还有 CD 跟 VCD， 都算是流通佛法的工具。佛弟子称之为法宝。印光大师接受四众弟子们的供养，供养的钱自己一分都没有用啊，专门来做这个事情，一生就做这一桩事情。他做的方式很好，我想流通的办法不是他老人家定出来，一定是他下面人定出来的。他流通有完全免费赠予，对于那些没有力量买书的人，生活比较困难的人，完全免费呀。生活稍微富裕一点的人，他收半价流通，很富裕的人呢，他是成本流通，那个半价是成本的一半呢，由此可知，成本流通啊，他也不在那里去赚一分钱。为什么是这个做法？其目的不外是，这是一个种福的机会，给你种福的机会，不让你错过，是这个意思。绝对没有在这里是有赚钱。现在有一些信徒有这种错误观念，我们把这个赚来的钱呢做成本，再这个制作再印刷流通，这个念头你们说对不对？不能说不对，也不能说全对呀。世俗的眼光，做生意买卖这个概念是对的，在佛法里面是不对的。佛法里头诸位要知道啊，那个财用啊，用不完的，用不尽的，你何必要赚这个一点小钱？佛法后台是诸佛如来啊，那个福报啊，世间没有人能够比啊。诸位
不必看别的，你只要冷静看看，我这也生所作的。我从来没有去卖过一本书啊！别说成本，1%我也不收啊！你看看这个钱越来越多，书越来越多，这不是很好的证明吗？我们这些。 佛法流通的越流通越多，三宝威神加持，不可思议。如果我们连这点信心都没有，我们就错了。所以讲到这个文里面呢，不履邪径，不起暗室，这个邪跟暗呢。 意思很深很广，非常微密，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，要从微密的地方去做起，真正的善心，真诚的善心，为佛菩萨工作。 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，自然能得佛力加持，自然得到天龙善神帮助。我们把。 佛法介绍给一切苦难众生，希望这些众生都能因此而得度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